竹节棉它主打的就是它的弹性，然后它也是我们 MIT 的独家面料哦，它上面就是有这种小花纹，然后你看我才拉一点点，它弹性就这么好，今年的纽结不会乱转来乱转去的，然后呢也不会让你露到什么太多的肚子，就是将将好，弹性度这么样的好，背面也不会让你紧身，然后袖口也弹归弹，可是你从侧面不会看到你太多的小可爱或是走光曝光的问题，爱穿舒服的人一定要买竹节棉，又舒服又轻松，然后又薄透，不会让你觉得热热的，平常或许你很害怕粉，但这个粉你不要担心，因为它有竹节棉的效果，所以它不会来的纯色那么的暗沉，让你觉得害怕，让你觉得黑，芒果黄，真的很正宗芒果色耶， SML size 都可以穿，自然的纽结垂放，不需要扎衣服，不用麻烦，不会闷热，然后肉肉全部藏在这，它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土耳其蓝，就是有点蓝蓝绿绿，然后非常的提亮肤色，这边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下面的纽结就不用再扎了，如果你是懒人，你不想扎衣服的人的话，你就穿这件就好，黑色的竹节棉，它的那个竹节细节其实就是有点若隐若现，微微透透的感觉，黑色的纽结我觉得会更明显，就是腰身的部分会看起来更显瘦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部分，这样子整件都是做全弹性，然后因为纽结的关系，所以就有一点微微的腰身。